嗨，晚上好，今天来吃自热米饭，然后我还自己做了一个，这个算是东北菜吧，刀鱼卷饼。我第一次是在佳木斯吃的，然后就是学试着做了一下。我是用手抓饼卷的刀鱼。加点辣椒，广式腊肠，黄焖鸡，这个是孜然羊肉，红烧羊肉。这个羊肉味儿还挺重。